妈说了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阿芷兰了，我现在是大庸和燕乐两方博弈的筹码，那么多双眼睛正在盯着我，两方的局势系我于一身，所以阿叔，你听我的，千万不能去找叔叔，你放心，没事儿的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阿舍兰被囚禁在高墙深渊内，我却在外享受自由。元萌，你说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？说，事情也许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知道我不该这么说，但是我总觉得不能全然相信这个凭空出现的阿舍兰。为何？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你还怀疑他？因为他出现的时间太特殊了，你明白吗？你想想，白一客多次想尽办法来试探你的身份，都被我们给瓦解了。可他呢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口口声声是为了你，但一切都无从验证。不要再说了，他是叔叔布下的棋子，叔叔不会害我的，他是这个世上对我最好的人。你不懂我们经历过什么。请不要妄加揣测。对不起啊，不该无端怀疑这些。没关系，我也是一时难过。你既然这么相信他，那再多的担心都是无意的。这一切都是阿史兰和叔叔的选择，切莫辜负了他们一片苦心。大家伙啊，晚上都别打瞌睡，都给我盯紧点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，知道吗？是。还说不舒服，这会又跑哪儿去了？会不会出去吃东西或者采买了？要不要出去找找？等等，棋谱不见了。棋谱？哪里不舒服？阿舍兰被囚禁在高墙深渊内，我却在外享受自由。他要还阿舍兰自由，阿叔去找他那位叔叔了。你不该来见我。叔叔，那他为什么要带棋谱？因为这棋谱那位叔叔也认得，刚好可以作为他们约见的凭证。你知道那叔叔是谁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位叔叔就是康复师。我们不是早就见过面了吗？康叔叔，你突然离开阎乐馆，会不会引人怀疑？好在你叫人送来了棋谱，阎乐馆人人皆知，我又搜寻姑婆的癖好，应该还好。那我们进去说吧，这里被官府查封了，相对比较安全。
主上，他们进了香云阁，无法看清那人容貌，不过可以肯定，那人就是燕乐馆的人。我们的人看见那个孩子把阿叔的包裹送进燕乐馆，抓过来，要活的。是。请转告康副使，四方馆王坤吴元末求见。康副使今日外出，不在馆内，你们改日再来吧。他去哪儿了？康副使的行踪岂是我们能打探的？哎，您看这谁呀、啊？是个卖艳人，怎么被放在绞刑架上？难道康副使要在燕乐馆里绝死？不可能吧？这不能吧？元令，启禀康副使，除守卫之人，其余燕乐馆人员皆已到齐。很好。想必大家都想知道，本使为何会深夜召集大家。众所周知，自先王兵迁后，龙夜祸为了燕乐尽心竭力，十数年如一日。然而，仍有奸臣对龙夜虎心怀不轨，妄图用贱民之女冒充先王血脉，拥立假公主造反作乱。龙夜虎自有天用，今夜本使便要以此贱民之血祭天。启禀康副使，时辰已到。很好，本使即刻亲自行刑。悬上天了，阿叔，阿叔，我来救你了。龙贝娜的灵堂，冒犯了。你们放开我！放开！老实点，别动！有人吗？我在这儿。把嘴堵上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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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
哇！坐。大庸已经接受我的请求，只要你说出白衣客的身份，提供无名人的线索，大庸就可以赦免你的罪过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你以为你这么做，我就会感激你？我不要你感激，我只想救你。我不能再看到你执迷不悟了。阿石拉，只要你说出白衣客的身份，我们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还像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跟以前一样？你可以跟以前一样，因为你没有看到过那些人是怎么死的。我不行，我只要闭上眼睛，我就能看到龙骑兵、死去的村民，还有我的爷娘。以前的阿史兰已经死了，现在的阿史兰绝对不会背叛主上。阿史兰，为了白衣客值得吗？主上答应过我，一定会为我报仇，我相信他。你不能相信他。我为什么不能相信他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配吗？我难道相信你吗？你做这些，你做这些也并不是为了我，你只是想让你的良心好受一点，不是吗？阿石兰，你干什么？阿树，我一直都在等你来。我告诉你，我阿石兰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原谅你。阿石兰。公主，龙霜月树，见过安少卿。阿树姑娘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叫龙霜月树，是燕乐第十七代王之女，从小被人收养在村野。这位阿史兰实为同村农夫之女，他骗取我的信任，偷窥我脚上印记，盗用我身世经历，妄图欺骗大庸，承认她是燕乐公主，好与龙图奇合作，共掌燕乐。你说阿史兰偷窥你脚上的印记，如此说来，你脚上也有相同的印记吗？真的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你是身份，是真的燕乐公主。安少卿明鉴，是他偷窥我的印记，反而污我。我可能真是活得太久了，竟然能碰上如此的场面。两方都推出了一个燕乐公主，还有同样的王室印记，难道是要让他们两个打一架才能分出真假吗？好提议。肃静。我且问你，你还有何证据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呀？这就是我的证据。没见过这个人。哎，等等，这是
燕乐先王的私印。燕乐先王之印不是已落入龙突骑之手吗？你说的是燕乐印玺，而这一枚是父王私人所用之印。母亲曾带我出使燕乐，我与燕乐先王有过一面之缘，我可以证明这的确是他的私印。这是私印，还不是说假冒诈欺？说玉树真的是燕玉，是燕乐公主啊。说，平墨，快进来。小心。哎呀，阿叔，见你面太难了。对不起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只要能跟你见到，再辛苦都值了。怎么样，今天一口气见了这么多使臣，感觉如何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坐了一天，笑也不让笑，动也不让动，就板着脸说一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。还好有小沈在，不然我一定被笑死了。我就知道，我提前就让小沈准备好，给你提示。阿叔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想你。公主，康副使求见。哎，我躲躲。不必。不必。公主。康叔叔。康副使。看来多高的墙也拦不住你啊。哎，别在这站着，里边请。啊。公主请。哎，康副使请坐。坐坐坐。康副使您喝茶。康叔叔，上次白衣客未能抓到你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到这里看我，怕是会引起他的怀疑。无妨，我以使臣的名义关心公主起居，并无不妥。若刻意不接触，反而会遭人怀疑。但现在是晚间，是不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？的确如此，臣刚收到消息，龙突骑扶持的傀儡郡主病重，现在龙突骑自封摄政王，离谋朝篡位只差最后一步。沙银花，没错，公主你歇歇吧，这些事我们来吧。我们一起。快来接水。好。这疫病消退的消息一传出，那长乐城的大小商户都争相庆祝，说是这次的花灯节要大办特办。哦，花灯节？哎呀，不懂了，讲啊，就是我们大庸的情人节。哎，尚未婚配的男女呢，都可以提着自己制作的花灯上街，要是遇到自己心仪的人啊，就可以把手上的花灯交给他。嘿嘿，哎，那这花灯还得自己做啊？啊，那当然。玉池姐姐，你在长乐长大都不知道啊？我以前可没那闲情，现在嘛，
来，喝酒，哎呀，哇！哎，自从这些商户们搞什么花灯节大酬宾活动，这花灯节早就变味儿了。这些大小买卖人啊，都靠着一天赚着一年的影钱。哎呀，你管他赚不赚钱呢，买的就是一个热闹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对。到时候咱们也去凑凑热闹，正好家里面缺了好多东西，一并买回来。阿树现在可是有福底的人，还用操心这些啊？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。来，花灯节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我给你买。呵，这当上公主是不一样啊，说话都有底气了。那当然。其实这件就挺好，这颜色鲜亮，穿上肯定精神。这什么料子？这是你过来。阿叔，我刚才都没敢摸这件，还是你对我好。这幽幽灵啊，这手感，华贵中透着高调，高调中透着潇洒，就是有点热，不过没事啊，我很抗热的，而且我喜欢这种温暖的感觉。一到冬天，康叔叔就有些咳嗽，有了这批领子，他应该会好过一些吧。啊，康复师啊，那是这康复师穿了肯定能康复。怎么，吃味了？哎，那不能，我是觉得要是康复师的话，这些都不够。店家在，把你们最好的锦袍拿出来。好嘞。我给老康订了条人参，到时候他穿着你送他的锦袍，喝着我送的大人参。老康，老康，好像多亲切似的。老康也没多喜欢你。嗨，那老丈人看女婿嘛，总得挑剔挑剔。这种事儿我不往心里去。什么老丈人女婿的，说些什么呢？来了，来了。二位，这件如何？这行啊。这件好，就它了。关键跟女婿搭呀，你看。加上这双靴子，四娘，公主，你快给康叔叔送过去。是，公主。这样就不算在同一个屋檐下了吧？阿叔，好像马上就到花灯节了。你打算送我什么好东西？哼，脸皮可真厚。你现在是公主了，我要是娶了你，我岂不是燕乐的王室？才不稀罕你呢，我们公主是有未婚夫婿的，漠北的多迷王子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那既然如此，我也只能回去接受婚约，娶燕乐的公主为妻了。这位多迷王子同我们公主是指腹为婚，那这件事儿咱们燕乐人和漠北人都知道的哈。只不过早些年大家都以为公主早已不在人世，所以便渐渐无人提起了。就是，不过现下好了，现在我们公主回来了，我估摸着这漠北提亲的队伍八成是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快到了。作废。凭什么啊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，人死了无人提及了，活了就来提亲了是吧？不要脸。作废那恐怕是作废不了一点啊，多迷王子每个月都给我们公主寄好多封信呢。四娘，什么玩意儿啊？阿叔，
这么过分的事你居然一直瞒着我。因为我根本没当回事儿。怎么能不当回事啊，公主，那可是多迷王子，说不定人家将来就是漠北的大汗，那同公主您岂不是门当户对，天造地设？信里都写了什么？真没什么。行，信呢，给我。这就去拿。哎，你到底听谁的？阿树，你糊涂啊你！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那个多米他不是什么正经人，你不要被他蛊惑了。什么人呢？光天化日之下给有心上人的女子写信，他谁呀？他不要脸，不害臊啊！他还弄个绿色的。元墨，你紧张什么？给我。好。王大哥，石头他怎么了？石头为了保护周围的百姓，抱着即将爆炸的毒雷进了仓库。公主节哀，幸好元末及时发现了毒雷的去向，这才使长乐城的伤亡降至最低。林叔叔，金兆府的兵近日可否留在公主府保护公主？好，你们留在公主府，一定要保证公主的安全。是。多谢林府尹。应该的，下官就不打扰公主休息了，告辞。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在这陪你。那你们先退下吧。阿树，你也不要太难过。我在想，京兆府的官兵们，云木的阿爷阿娘，还有康叔叔他们，这么多人为我舍生忘死，值得吗？就算你谁也不是，我阿爷一样会救你的。他常说，大丈夫行事，但求无愧于心。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吧。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。受红炉寺安少卿之命，前来拜见林府尹。龙霜公主在后院吊唁，请等一下。龙霜公主，阿树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高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阿树，高叔叔为什么在这儿？阿树，人死不会复生。康叔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让我来吧，我想陪陪他。阿叔，有我坐在，别太勉强自己。我们燕乐的老人离世，能是由生前最喜欢的孩子相送。康叔叔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，他若是知道我不在身边，
会难过的。康叔叔，给你买的袍子还没来得及穿吧？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云墨说，长乐城的冬天很冷，有时还会下很厚很厚的雪。有件皮袍在身，多少会暖和一些。还有那双靴子，你穿上它过冬，脚就不会冷。这个时机是不太对了，万一被别人看见，是吧？我三娘四娘，想办法拖住马志文。放心，公主。不是，也不用这么快呀，没事的，没事。四方馆的差役都住这附近。从谁家开始呢？青儿家离得最近，就从青儿开始。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就差这儿了。康叔叔这么会藏吗？要真是这么会藏，这名单啊，咱不要也罢啊。袁墨，都到这一步了，肯定在这里面。不是，我不是怕，我是对死者的尊重。你这样，我拜拜。好，拜拜。龙维娜，龙维娜，还记得我吧？啊，真不怨我啊，真不怨，我们都是被逼无奈。你要实在心里不舒服，你找康复室聊聊啊，找他，真不怪我们啊。咱们在那头也有人，不怕啊。这盖儿死的，怎么打开啊？阴乐普遍火葬，骨灰封于陶罐，想打开，只能……啊？哦，那还得按你们阴乐的规矩来。来就来，反正龙贝娜作恶多端，对这种人不必心慈手软。还是你来吧。你不是不会心慈手软吗？我总觉得不太好。我来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大庸有个规矩，一切以死者为大，还是按你们阴乐的规矩来啊。你来。哎呀，你来。你别客气，这事你来。不是客气，你们俩是老乡，我这个外人，我不合适，你来啊。哎呀，你来，你败了。三娘四娘，我和公主进去，你们守在这儿。让姐姐陪你们去吧。不用，万一有危险，你们可以及时通报。二位贵宾，是取物还是存物？取物。二位，请随我来。二位，要取之物
就在里面，请自便。怎么是本西普啊？白衣客，是白衣客，快走！有无面人，我们出不去了，怎么办？